这不无聊。画了什么？画了鼻子，画了眼睛，画了眉毛。自画像里有什么？有鼻子，有眼睛，有头发。这样，我等一下给你抄好不好？好。嗯。给他抄你自己的自画像。3、2、1。哦。No。OK。鱼鳞号最终自画像等级评价为 F。S S 哇，谢谢哦！说本来要找画橘的皮肤色，结果没有，我就帮他画橘色，脸来不及涂，还好没涂。那人家涂了变，哇，那什么阿凡达，阿凡达是蓝色。那你蓝色衣服呢？你等级评价就是 B 了，是吗？他早知道我画个粉色的衣服。各位老师给我评价，还是 A 吧。啊，好，挺好的，我觉得超好。起码你有，就是这幅画，我觉得是写实派，你们看一下，就是不写实，写实，我觉得跟我一模一样。你有点把它画太帅了，是吗？玻璃文化训练生理念，自画像最终评级为 F， 没有了 A 啊 A 啊，恭喜恭喜 A， 谢谢。